好，我现在呢是在夏威夷的贸易岛上，那因为经历了几个航班的转折，现在的这个状态不是特别好，所以大家原谅我戴一副墨镜来录这个主轨啊。好，那么今年的 iPhone 17系列里啊，最让我感兴趣的还得是 iPhone Air。那极致轻薄这件事儿其实不算稀奇啊，那国产大哲已经卷了好几代了，那还有之前的三星 S25 Edge。不过之前的极致轻薄啊，基本还是在围绕器件小型化的方向去走。而苹果在发布会上展示了 Deco 区域令人发指的这个集成度啊，那显然苹果轻薄机不仅仅只是器件的小型化那么简单，所以这期视频呢，我们就来详细的拆解分析一波啊。第一步，关机后取出卡托，哎不对啊，是 Air。作为即将大规模商用的纯 eSIM 智能机，以后我这个七手式啊都要成为物质文化遗产了，且听且珍惜啊。那 Air 采用便于维修的三明治结构，屏幕和后盖的拆卸呢互不干扰。可根据实际的需求选择方向，但为了让各位尽快看到科技那啥图啊，我决定呢从这个后盖入手，卸下两颗底部螺丝，加热后酒精配合拆一片滑盖粘胶，自左向右打开后盖，那这个内部设计啊，浓浓的苹果味又回来了。结果壁纸记得去我微博或者动态领取。卸下螺丝，取出盖板，挑开接口分离后盖。后盖呢，采用以往只会用在屏幕上的超瓷晶玻璃打造，抗裂能力有所加强。那可能是因为面积更大，玻璃的厚度呢有 0.6 毫米，要比 Pro 的 0.45 毫米更厚啊。那从 iPhone 11开始的 3D 冷雕 Deco 基本还是以设计为主，而这次呢，显然也考虑到了这个实用性啊。从苹果官方专门给它赐名扩展平台就能看出端倪。那对了，扩展平台的这个官方英文呢叫做 plateau 啊，原本呢是有一个高原的意思的，还是挺形象的一个引用啊。那后盖内侧除四周常规粘胶外，还有六个金属卡扣辅助固定，其中下方的这两个卡扣啊会被底部螺丝像门栓一样锁死。冷雕 Deco 内侧呢通过精密洗削扩展出更多的空间，那四周有半透明的注塑加强此区域的抗跌落性能，并辅助固定中间的金属保护片。那唯一一颗后摄被厚实的防尘密闭泡面保护，五点钟方向的金属导电泡面提供电气防护，四排激光点焊将外侧的钢圈和内侧加固片牢牢的连接在一起啊。左侧有后置麦克风和闪光灯模组，散热膜呢从主板区域一直覆盖到了充电线圈底部，面积呢接近4500平方毫米。马达对应位置也有相同的照顾，中间就是 MagSafe 的定位磁铁了。那来到主体部分啊，看着被塞得满满当当的内部，那这块占比2/3的钢壳电池异常显眼。和 Pro 系列一样， Air 的结构也采用三段式布局，横置主板在纵向占比减小，即便机身弯曲，受力影响也比以往纵置主板方案要小得多啊。这就是为什么外媒啊将这个 Air 搬成弯的风了啊，它依然可以保持开机的原因。那上段由主摄面容扬声器以及主板组成，底部本就不富裕的空间里呢，还塞入了一颗硕大的马达。那正因如此，底部已经没有空间再放下这个扬声器了。但如果下一代激进点啊，直接取消 C 口，我觉得还是有希望上这个双扬的啊。那来到机身顶部，即便拿掉了后盖，还是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出 Deco 凸起的轮廓，那可见苹果对扩展平台的利用率有多高了。那为了放下最大尺寸的镜头，苹果给主摄模组进行了切角，所以啊 Air Deco 的形状和边框的阿角不一致，那很可能也有功能实用的这个考量。再看右边啊，为了充分利用偷出的空间，音腔已经是 Deco 的形状了，中间的凹坑是让渡给闪光灯和后置麦克风的空间，凸字形的主板就像拼图一样完美嵌在各个部件之中， A19 Pro 就藏在 Deco 凸起的中央。那以上这些设计啊，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就是将底部的空间呢尽可能的留给电池，保证续航。那还有一个和结构没有关系的一个小设计啊，就是在主板的散热膜上还印有苹果的 logo， 它刚好处在机身的中轴线上，这大概就是我们这种拆机博主的 surprise 吧。那向下观察电池四周，你会注意到 Air 完全没有软包电池 iPhone 那种能跑马的安全冗余间隙以及绝缘隔断，那这不是苹果对安全的漠视，而是钢壳电池带来的自信啊。那即便是这种内凹不到一毫米的空间，钢壳电池马上给你外凸填满，那不规则多边形就是为了将内部空间压榨到极致。底部的马达由于厚度的限制呢，投影面积是今年发布的 iPhone 中最大的。 USB-C 口位置可以看出明显的材质差异，这个待会儿拆了再细说啊。卸下螺丝，取出盖板，挑开电池接口进行断电，随后我们转战屏幕，先看看内侧的结构设计是怎样的。
滑盖粘胶自右向左打开屏幕，相比电池侧的疯狂，屏幕侧就显得比较克制了。卸下螺丝，取出盖板，挑开接口分离屏幕。Air 的屏幕厚度要比 Pro 的薄一丢丢，那应该是为了压缩整机厚度做的优化。屏幕基本参数大家看图。那我们这台的屏幕来自 LG， 表面覆盖17系列同款的超瓷晶面板2和抗反射涂层。调光也和一同亮相的机型保持一致，那我们这里就不再赘述了。亮度实测，手动全屏最高的782尼特，强光激发后接近1000尼特，10%窗口下激发来到2770尼特，和后盖一样，通过四周粘胶和六个金属卡扣固定，下方的卡扣呢由底部螺丝卡死。屏幕背面的 iPhone 标志性的全金属封装，屏幕边缘的隐藏式金属支架，连同面容模组区域一并强化。模组四周配备了限位支架，防止镜头偏移。所有器件四周呢都配备有防尘密闭泡棉保护。卸下螺丝，取出盖板，挑起排线，就能看到前置的环境光传感器。那来到屏幕底部啊，隐藏式金属支架也一起将 DDIC 保护在内，金属材质也能加强一定的散热能力。底边的低压注塑成型工艺也是 iPhone 开创并延续多年。那这次由于机身厚度的极致压缩，注塑区的 C 口对应位置呢还特意挖出来一些空间，来保证接口的结构强度，也能让 C 口更加居中一点啊。放大后，甚至连屏幕弯折区域的排线都清晰可见。那对比 Pro 系列屏幕下巴，你会发现 Air 的 DDIC 为了避开 C 口特意进行了上移，并且这个注塑区域呢也做得更加的宽厚，来保证屏幕的可靠性。那驱动板上的 IC 为苹果独家定制，死硬是看不出任何有效信息的。屏幕左侧的注塑区域可以看到一条2厘米长的缺口，那缺口刚好对应边框上的相机按键，因为按键需要在边框上开孔，就必然影响这个区域的坚固程度，所以苹果就在按键的边框内设计了一条加强筋，来保证相机按键位置的结构强度。那来到中框屏幕侧，可以看到为了降低整机厚度，屏幕排线的对应区域进行了削薄来容纳排线，底部的屏幕驱动板位置更是直接镂空，来获取更多的空间利用率。那可以看出苹果也是尽可能的在让 C 口居中了。那全部看完正反两面的结构设计，我们回到主板区域继续拆解啊。卸下所有看到的螺丝，取出盖板，挑开所有接口，取出面容模组。模组内集成有前摄、点阵投影仪、距离传感器以及红外摄像头，但器件的摆放顺序啊，刚好和 Pro Max 相反。两个机型的前摄模组完全一致，证明 Air 采用的也是17系列同款的索尼 IMX914 正方形 CMOS。那这里呢，我要再详细的说明一下，上期节目中我说到这个八边形啊是 CMOS 的实际感光区域，并非这个 CMOS 的硬件形状啊。那去掉上方的红外滤光片，就能看到下方是一个正方形的 CMOS 了。继续取出唯一一颗后摄，金属防滚架是必须到位的，通过边缘的加工痕迹可以确定是有 CNC 的。后摄 CMOS 是17同款的索尼 IMX904 1.59:1英寸，光圈和传感器位移防抖都没有严格。继续卸下螺丝，取出唯一一个扬声器，外部的结构形态通俗来说就是最大化的利用机内的每一寸空间。出声口有胶圈防止漏音，暴力打开音腔后发现振膜的尺寸呢是 10.5×17， 基本就是之前拆过的上扬声器里尺寸最大的。至于实际外放的表现那肯定没有双扬的效果好但是从内部的结构来看，确实也没有空间再去容纳一个下扬声器了。那本质上这还是一个取舍问题啊。现在就能非常清晰的看出凸字型主板的准确形态和对应位置了。顶部的凸起区域刚好插入 Deco 的扩展出来的空间。取出主板只有顶部这一小片为叠板设计，其余位置都是单层。下层板的厚度呢是0.54毫米。接口四周很少见的没有配备泡棉圈保护，很不苹果但附近的小元件有封胶处理，主板正反两面呢都有散热膜的覆盖，螺丝孔位有金属片的补强。那撕掉主板正面的散热膜，重点看下面这片巨大的 IC 这并非核心三大件，而是 SIP 系统级封装的电源管理模块，内部集成有电源 IC 以及降压等相关电路。那这么做的好处就是便于后期维修，学过手机的我还是比较有感知的，之前修那些进过水的设备大概率是会涉及到供电相关线路的。那除了电源 IC 本身外，周边任何的电容、电阻、电感损坏都有可能引起故障你就得挨个排查，现在显然是更方便了，你直接更换整个电源模块就可以了。那这种模块化思路对于苹果来说是可以进一步实现主板的小型化，而对于三方维修机构来说有利有弊吧。那你像刚才提到的电源模块对维修是有利的，顶多就是加点成本吧。但如果涉及到有加密芯片，并且芯片还做了这个模块化封装，那这个维修起来就比较蛋疼了。分层后可以看到苹果御用的黑色导热材料，这里特别说明一下，苹果近些年的双层主板内呢都是有填充导热材料的。清掉导热材料，发现 SOC 上竟然还贴了一片黑色贴纸。
揭下贴纸发现这是一片金属锅，那也算是导热材料的一种。但 SOC 上为什么还残留有类似双面胶的胶体？那这种胶体总不可能是导热材料吧？啊，一点点清掉粘胶就能看到 SOC 的真身了。美光 12GB LPDDR5X8533 规格的 RAM 和 A19 Pro 通过 POP 叠层封装在一起。AI 这一颗 A19 Pro 也是有缩水的，具体可以去看看极客湾的详细分析啊。电源管理模块上方呢是苹果自家的 WiFi 蓝牙模块 N1， 支持 WiFi 7和蓝牙 6.0。主板背面的 ROM 是三星的 TLC 颗粒和 A19 Pro 背靠背放置，那长时间高负载运行的温度表现不容乐观啊。自研的 CEX 基带呢就在上方，下方的射频收发器也是自家出品，实际信号表现呢还得回头当主力机用一用才能得出结论。那主板两端的射频相关芯片没有一颗来自高通，但暂时还是没有摆脱美国射频三巨头的束缚啊。主板的投影面积相比 Pro 系列略有增大，这也很好理解，那毕竟叠板区域只有那么一点。中框主板区域后射位置贴有缓冲泡棉保护镜组，那这条导电布提供电气防护。主板的对应区域贴有散热膜，将热量传导至中框啊，但是没有发现有这个导热凝胶。下副板区域所有能看到的螺丝啊，取出盖板挑开接口，抽出 X 轴线性马达，上方印有 Taptic Engine 字样的黑色贴纸内还有石墨散热膜的加入。马达呢只有 2.5 毫米厚，那放在 AAC 瑞声科技的产品中妥妥的是超薄序列了。体积呢是 528.7 立方毫米，虽然大小啊不及安卓阵营的 CSA0916 和 ESA1016， 但在苹果针对性的这个调教下，配合内置的霍尔传感器精准控制以及 Air 轻薄机身这三重加持下，实际的震动体验还是不如 iPhone 之名的。尾插排线呢有电池的阻挡，我们转站电池，那看到电池两侧的金属小耳朵，证明又是这个电诱导的电池胶。使用直流可调电源分别通电后呢，即可轻松取出电池。电池采用单电芯单接口设计，古怪的轮廓肯定是碟片式电芯了。保护板的正极位置呢，同样包裹厚实的绝缘层，除非你想故意短接啊，不然即便在日常使用的极端环境下，也不用担心这个安全隐患。实测电池厚度呢 2.8 毫米，容量3149毫安时，制造商呢为惠州德赛，采用 ATL 电芯。电池能量密度通过包装尺寸计算呢，在783瓦时每升左右，和同期发布的两台 Pro 密度差不多，要比同为轻薄旗舰机三星 S25 Edge 的758成绩好一些。那这里还是要特别说明一下， iPhone 电池能量密度是通过额定值计算的，账面上直接对比友商是吃亏的，所以它其实也是一块800俱乐部的隐藏选手。还有发布会上一并展示的 Air 专用的那个 MagSafe 充电宝，也采用和 Air 完全相同的电芯，那库存克星当之无愧啊。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充电宝的容量也是3149毫安时啊，但充电过程中存在这个能量损耗，所以啊，并不是带上它你就可以获得翻倍的续航时间了。随后卸下固定尾插的所有螺丝，取出排线。那如此轻薄的机身内 ，C 口肯定是单射片设计了。注塑区域使用和边框相近的颜色，那这个细节也是 iPhone 的老传统了。接口采用480兆 BPS 速率的 USB 2.0 规格，那所有脚位都有镀惰性金属来提升抗氧化和耐腐蚀性能。但非满帧的设计呢，也让 iPhone Air 成为继 iPhone 16E 之后第二台搭载了Type-C 接口但不支持 DP 视频输出的 iPhone。 都这个规格了，我觉得不如直接干掉啊！但转念一想，初代不能给太多惊喜，牙膏呢得一点一点的挤，这就显得合理了。卸下螺丝，取出气压传感器模块，抽出排线，排线上集成第一颗底部麦克风和气压传感器。取出底部麦克风模块，模块上集成有第二颗底部麦克风和配备白色防水透气膜的泄压孔。那所以 Air 底部的四个开孔为两个底部麦克风收声孔，一个平衡手机内外气压的泄压孔，以及一个气压传感器的通气孔，每个孔都有不可替代的实际作用，并非装饰性开孔啊。整机的所有开孔都通过6米水深30分钟的 IP68 浸泡测试。现在来看底部开孔区域的结构和材质，因为这个部位啊一共有7个开孔，并且呢还是经常需要插拔受力的部位啊，所以这个位置的材料性能啊一定要足够优异。那苹果选用的是金属 3D 打印工艺制造的钛合金结构件来委以重任啊。金属 3D 打印相比传统锻造的工艺，在此区域的优势就是可以做得更加纤薄并且坚固啊。在制造过程中呢还能节省材料，那这对苹果来说就是红蓝 buff 叠满了。那至于 C 口不居中的问题，首先需要说明一下的是啊，真机看上去并没有渲染图那么突兀，至少比三星 S25 Edge 那个顺眼多了。那通过上面的拆解分析也能看出，苹果啊已经做出了现阶段最大的努力来让这个 C 口尽可能的去居中了。
取出机身右下角的天线模组，那就是它的存在让 iPhone 没有了牺牲美感的同轴线啊。转战机身顶部，卸下螺丝，取出排线，排线上机身有顶部麦克风，整机一共配备四颗麦克风。那这个数量在 iPhone 上是属于常规配置了，毕竟早在10年前的 iPhone 6S， iPhone 就开始采用四麦克风方案了。但 Air 麦克风的尺寸均小于 Pro 系列的录音棚级麦克风。卸下螺丝，取出开机键上方的排线，排线上集成一块 SIP 系统级封装模块，猜测的是信号方面的器件。卸下音量键上方的天线小板，和其他部件上的防护规格一样，小板上的元件全部进行了封胶。卸下固定相机按键的所有螺丝，取出盖板，挑开接口，分离按键背板。背板上贴有压力传感器，传感器的样式呢不同于16系列。另一侧是相机按键的锅仔片开关，相机按键呢发现还有硬连接啊。立起中光才发现，这次苹果将焊点藏在了这个按键底部。那 Air 的相机按键依旧是不可完美拆装的。最后来看中框部分，电池胶位置切削掉了阳极氧化层，以便通电时形成回路。电池仓位置的厚度呢不足0.3毫米，基本就是目前纯 CNC 加工工艺的极限了。但如果引入复合工艺或者复合材料，那么 Air 的厚度还能再进一步的去做优化。那中框总成使用钛铝融合技术加工而来，其中钛合金边框啊可以提供足够的结构强度和支撑，铝合金内框呢负责内部的热量均摊和承载，还有前后两面的超瓷晶面板的加持，整体的结构强度啊是比预期要强不少的。然后呢是这个亮面的钛合金边框啊，那苹果对于钛的工艺探索从未停止，从15 Pro 的拉丝工艺到16 Pro 的磨砂工艺，再到 Air 的亮面工艺，就是很好的证明。那除了容易沾指纹，没有什么其他毛病啊。拆完 iPhone Air 给我们的感受啊，这绝对是目前手机里面内部堆叠最极致的存在。那可以想象结构工程师们啊付出的努力了。从这台机子内部可以看到苹果在做一些极致小型化以及集成化的尝试和验证，而苹果今年推出 iPhone Air 的目的大家应该也都知道了，就是为明年的折叠机铺路。当然明年的折叠机肯定不是简单粗暴的这个两部 Air 那么一叠啊，那从目前的消息来看，大概率是和 OPPO Find N2 类似的大小形态。讲着这些年来头一次无比期待苹果明年的折叠机，不管是软件还是硬件，相信都能给行业带来新的作机思路。那再说回 iPhone Air 的使用价值，其实从硬件用量来看，苹果已经在尽可能的往实用方向靠了，但极致轻薄必然存在更加明显的取舍。综合体验啊，肯定不能和常规的旗舰直板机相提并论。不过坦率的说，这几年的机圈大部分产品都索然无味，能让你开箱 wow 一下的以及使用后还念念不忘的产品少之又少，而这台 iPhone Air 绝对是其中之一。好了，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那接下来就是国产安卓旗舰的节奏了。那先预祝大家国庆假期玩得愉快，咱们下期想拆再见。